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兄弟们，体验服又来了一波大更新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个是雅典娜啊，不瞒你们说，看到这条改动了，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。万年不变的英雄啊，终于是被策划记起来了。被动一技能、二技能、三技能全部调整。首先啊是被动大改，由死亡后为队友增加移速，改为复活时啊对周围击飞并造成伤害，而且啊 AD 加成啊有120%，同时啊每级攻速成长由2%下降至1%。一技能碰撞范围优化，二技能啊总后摇时间缩短，可取消的后摇时间啊几乎对半减少。那简单来说啊，就是啊技能连招更丝滑了。我具体上手对比啊，正式服三连捅如果手速过快很可能会卡技能，而体验服啊完全不会。大招移除啊盾破裂后啊对周围敌人的减速，改为啊开盾期间啊就对周围敌人减速，护盾爆炸后的初始伤害下调，但护盾存在期间啊每受到一次攻击啊护盾爆炸的伤害就增加，最多啊叠加80%，伤害提升100%。那虽然大后期的护盾啊很容易被打破，但对于前中期而言啊也是非常明显的增强了。总的来说啊，这是一波史诗级加强啊，移除了那可有可无的团队增益，手感伤害全面增强。虽说雅典娜主要是绝活玩家在玩，但胜率也是常年榜首，也就最近和典韦以极小的差距争第一。那我认为啊，如果上线正式服，不仅会提高雅典娜的热度，而且绝活玩家的胜率啊直接暴涨，大家怎么看呢？然后就是高渐离，大招 CD 降低，满级减少啊5秒 CD， 作为平衡啊，大招降低了 AP 加成，意图也很明显啊。最近啊，高渐离确实比较强势，这样一改啊，降低爆发，提高技能释放频率，算是平调吧。接着是司马懿，对比上次削弱啊，基础伤害等级加成啊略微回调，这调整幅度怎么说呢啊？可以说是啊有那么一点微微的区别，但削弱的事实啊还是改变不了了。下一个是典韦，大招等级成长下调 ，AD 加成啊直接削弱0.3，看来啊以后半肉玩法可能会更有优势了。这典韦想闷声发大财还是被发现了，趁着削弱还没有时装，还不快去玩一玩？然后就是凯啊，一技能基础伤害提高 ，AD 加成降低，大招增强前期格挡，后期不变。整体上啊，增强前期，后期变化不大。要说凯爹这个名号也逐渐变成了凯弟弟，希望这次调整啊能让他前期有所改善吧。最后就是司空震了，被动强化普攻，基础伤害和 AP 加成啊都下调，再加上之前啊金色圣剑的小削弱，综合起来司空震啊也算是一次中幅度的削弱了。哎，我的嘴部记忆都形成了，突然这么一削啊，还真的有点不适应呢。一个 ID 名为所以爱真的会消失的新友留言啊，大仙大仙，可以测一下金蝉的被动持续时间吗？那金蝉的被动没有持续时间一说，我想你问的应该是大招开启后啊给队友的被动持续时间吧。那经过测试啊，时间大概在10秒左右，而且生效之后啊即便走出范围也是持续存在的哦。大友公会96536，虎牙688，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